这样会比拆掉重做一组节省大概差不多50000多块的费用。这个拼花大理石这一整套弄下来大概6-7万块吧。如果说你的坪数够大，就是鞋柜它是悬吊的，它底下有放一些外出穿过的鞋子，可以放扫地机器人。我们原则上就是沿用它原来旧的柜子，你可以在门口做这样的一个落成区的设计。大家好，我是宏杰设计的设计总监张义德。今年2023年到现在已经9个多月了，我们的观众在询问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案子的一些那个玄关的设计。那我是针对我们之前影片拍摄到的一些玄关跟大家做个分享哈。首先呢，我们来到了这一个房子大概是22年的一个旧电梯大楼。那原屋主他其实本身有做过一些木做的装潢。那这个我们的业主他就是觉得说，哎，有些东西其实如果还可以沿用，他希望可以继续用这样子。比较特别是他这个柜子后面拆的吼，他其实还要再做一个修整的动作，他费用其实会比较高。那我们原则上就是沿用他原来旧的柜子。那怎么去改变他的外观呢？就是从他的门片跟他的外面的贴皮重新帮他做贴皮的处理，这样会比拆掉重做一组节省大概差不多50000多块的费用。所以呢，我们就是直接帮他做一个门片的一个换贴皮的动作。那虽然也不便宜啦，大概也是花了大概快20000块左右，至少比你重做一整组柜子哦。你因为你还有一个打拆的费用，打拆完之后你还再做一整座柜子。然后第二个案例其实是一个韩国的夫妻，他们来台湾这边哦，就是已经住了10多年了，然后呢。他的这个案例在韩国了，他们觉得有个玄关隔起来的感觉，会做一道门把室内跟外面去做一个区隔。那这样的一个门片，他用的是一个彩色的门片，因为觉得这样子一进到房子里面来，会觉得比较缤纷的感觉，不会觉得是冰冰冷冷的建筑这样。然后他们对这个颜色也比较觉得有他自己的喜好，他挑选他喜好的颜色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案例呢，它其实呢，以它这样一组柜子来讲，我记得它是做了210公分，大概花了差不多40000多块的费用这样。那第三个案例是在台中，台中这个案例比较特别，是因为他是台南人嘛，他来台中的分公司出差，他在台中有分公司，所以呢，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可以让他自己下。开完会有时候在台中可能要2-3天的时间，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待2-3天，但他觉得住饭店又不方便，他在台中投资了一个这样的房子，然后坪数很小，那因为他不是常住的，他只是偶尔会来住，所以他的鞋子收纳量不用很多。那他里面也是有挂一些外出服外套的设计，他做挂钩。那像这样一整组，他我记得他的尺寸是大概差不多是140公分吧，这样一组柜子大概差不多30000多块这样。好，那他有穿鞋的空间，坐下穿鞋空间，还有一组柜子鞋柜，他可以把电箱包起来这样子。第四个案例，这个是在龟山澳门的客人。那澳门客人他来台湾也是移民到台湾来哈。他们本身来讲也是房子很小，室内大概我记得只有12平大，所以他其实空间不大，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收纳空间。像他这边的这个柜子，他有做这个吊挂外出服的，也有做放鞋子的，鞋子大概可以放30几双，然后可以挂外出服。这一组柜子我印象中没记错，应该是做的160公分吧，也是30000多块这样子。哦，那他里面有这个。就是鞋柜它是悬吊的，它底下有放一些外出穿过的鞋子，可以直接放在这个下面鞋柜下面的悬空的地方，然后也可以放扫地机器人去扫做这个清洁的工作。第五组这个是在苗栗头份这边吼，然后它本身来讲它算是在竹科上班，那目前是他跟女朋友两个住了，那未来结婚可能会有小孩子，那他先规划这个柜子比较大，大概240公分，那门口这边有个坐下来穿鞋的地方，然后这个柜子他除了做鞋柜还有收纳柜的用途。那这一组柜子我记得是做了50000多块这样子，然后除了放鞋子之外，还有放一些他的那个穿过的衣服，还有一些回来要放的一些收纳的备品之类的，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复合式的用途的柜子这样。
然后在第六个，这是在龙潭，它是别墅，那只有夫妻两个住，但是鞋柜的部分它规划的宽度我记得是170公分宽，大概快将近4万块。哦，地板是大理石的瓷砖，这样它是拼花的大理石这样。哦，所以它这个玄关的部分做的比较特别，是所有玄关里面它有另外做处理的。哦，这个部分来讲，它这个拼花大理石这一整套弄下来大概差不多，我记得连工带料大概6-7万块吧。所以整个玄关的部分的这个拼花大理石瓷砖跟这个鞋柜的部分大概花了快11万多吧。哦，所以如果说你的坪数够大，希望有个落成区，然后呢跟里里外外做个区隔的话，你可以在门口做这样的一个落成区的设计，然后也可以放结合这个放鞋的这个部分，然后打灯，透过灯打灯的方式呢，能让这个玄关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的感觉，用不同的材质跟灯光去做一个区隔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这个玄关呢，就是很多客人他在看过我们影片之后询问的一些有关玄关的一些设计哈，那我们大概跟各位讲解一下它的设计的方向以及它的这个大概的费用，你可以作为提供你们以后如果要做玄关设计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还有想要了解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案例想要知道说在哪个部分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我们都会做一个专辑来为你们做一个解答。谢谢大家。